掌声。来，我们掌声有请张小秋。谢谢。
谢我们所有鼓掌的朋友们，还有没有鼓掌的朋友们，谢谢。鼓掌的朋友们，我相信都被这一首首的歌曲激发了心中的激情。没有鼓掌的朋友，还沉浸在对家居的这种怀念当中。我们希望大家从痛苦当中挣脱出来，我们要活得更好，才能够对得起所有这些经典的歌曲。来，掌声再次送给自己好吗？谢谢。好，接下来那么有请我们这次的主办方的我们曾文杰为大家演唱一首，这首歌呢也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歌曲，喜欢你，谢谢大家。我希望我们现场的朋友，我相信对这首歌曲呢都是很多都会唱的，千万不要控制自己的情绪好吗？和着我们这音乐一起来释放自己的感情好吗？来，掌声再次响起来。谢谢大家。那么我想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等一下喜欢我们的歌可以一起唱，也可以用这个手势，这是王家驹彼岸的一个手势， I love you, I hope you， 好不好？Oh,
谢谢大家。好，谢谢。啊，刚才的这首《喜欢你》让我们大家呢，啊，我还发现一个问题啊，很多朋友其实都想唱，还是不敢唱。希望大家来到这里呢，说真的，这样子的一个歌迷会的话，在我们相声，我可以说，啊，从平安成立到至今的话，只有这一次啊。那以后的话，也将会越举办越大，那么也将会啊范围越广。好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平安的有一首歌曲呢，我们大家也是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。不再忧虑。那么这首歌呢，将会由曾文杰，还有我们张小婷，还有我三个人一起来共同来完成。我也希望我们大家会唱的把这首歌呢，大家一起来唱一下好吗？不再忧虑。好，今天晚上我们到达现场，朋友们，希望尽量的把自己的热情拿出来，因为我们这次的活动的话，将会在腾讯视频，还有我们优酷、BBS， 那么都可以看得到的。因为我们今天来了很多很多的摄影师，那么都是非常非常辛苦啊。那么除了今天晚上的摄像，那明天还要把这视频传到这个网上去。来，掌声送给他们好吗？啊，非常非常的辛苦，谢谢。好，也让全世界、整个中国知道我们向上的歌迷会也是非常非常有心的，谢谢。Thank you.
刚才这首不再忧郁了，可以说是兴起了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一个高潮，也让我们所有喜欢 Beyond 乐队、所有喜欢家居乐曲的所有的朋友们，今天晚上在感情上面都得到了一个释放。他很多很多经典的歌曲都时时刻刻在激励着我们，他的歌有的是唱响和平，有的是励志，有的是关爱弱小群体。那么他曾经有一首歌，我相信我们现场的朋友很多很多人都会唱，这首歌呢是一首叫做《海阔天空》。那么今天晚上这首歌将会由我来主唱，谢谢。我在群里面有很多朋友们，也有我的很多朋友听到我唱这首歌的时候，今天晚上要唱这首歌，有些从很远的地方都赶过来，有些请假没有去上班。那么我非常非常的感谢所有支持我们这次歌迷会的朋友，所有支持我小茶的朋友们，谢谢。我希望有大家的掌声和大家的鼓励，我能够永远的站在这个舞台上不会跌倒，谢谢。那么这首歌呢也将会由好几个人来一起完成。为什么？我怕我唱到最后的时候我唱不出来。首先出场的是来自金华的歌迷，网名叫做快到往你来上场。来自金华的歌迷，他的网名叫做快到往你来。大家晚上好。好，谢谢。还有和我为了这场歌迷会共同彩排了两个多月的小帅哥张小平，一起来完成这首歌。我怕后面这段我唱不起来，海阔天空。音乐响起来，这首歌如果我完不成的话，希望大家一起能够要支持这首歌，好不好？用心来聆听一下《海阔天空》，让我们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精彩的走下去。Thank you。寒夜泪和雪飘雨过，伴着爱的热闹的生活飘远方。风雨我追赶，莫离分离几次，天空海里你与我好美丽，多少次迎着冷硬雨走秀。Oh,
谢谢。